就算是他做很多年的人，其实我觉得也很难有人告诉我可以回答我说什么是钱吧。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出来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现况的话，你要怎么样说你觉得现况没有机会被改变，或是你觉得不要说改变好了，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你会说我们只能从孩子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另外完全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当我们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或这样子的姿态跟选择还是跟部落互动的时候，其实要记得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这个方式，然后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对不起，我用安全，比较安全的方式，用一个你不会受伤，我也不会受伤，反正小朋友，就是那样。这个是有点残酷啦，我觉得，就是其实小朋友是最单纯，学校是最单纯，然后可以做一个大家都觉得要做一点事情的对象，就是一个非常尴尬而且残酷的问题。同时，好，那今天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呢？我们期待这样的教育可以做到些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小学校长，不是让他过更好的生活，或是成为一个社会精英，让他去大都市里面生活。然后呢，
实我们到底想做些什么事呢？如果我们想要回去看看，或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我们只要是不一定要有这种选择。那后来我们几个人在讨论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突然发现说，我们跟许明一点都不熟，我们跟许明一点都不熟。我其实除了那天会上山，就是会露面的村长跟秋雪，对不对？好 ，OK， 好，我答对不对？大家可能大家上面之后，你会发现说，我们在认识部落里面的除了小朋友跟来参与活动人之外，其实我们跟其他人都不熟。我们不知道沙卡的长怎样，我猜啊，不是我猜啊，然后或是我们不知道该讲长怎样。至少就我而言，我上去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还不知道群里到底长怎样。好，我开车经过，就是里面有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怎么样生活，在做什么样的事，小朋友平常怎么生活，他们跟爸爸妈妈怎么互动，那边青年在干嘛，其实我都不知道。但是，对，去过很多区域，可是我发现跟区域不熟。那我发现到，因为我们竟然在一个我们不熟的地方说，我想要做一点事情，或是我想要给一点改变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还蛮可爱的，就是。所以突然觉得，我想要来投稿，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之类的，就是我在跟一个不熟的人，或是跟一个很不熟的地方说话，然后也说那个话，搞不好就一个人听不懂，对方搞不懂我是谁。我在跟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人说话，然后跟他说，我想要跟你一起做点事情哦，我想要跟你一起长大。我都在想。他都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一直长大。对，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到我们有点傻可爱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好，中场休息。大家就休息到。
啊，下雨很辛苦，不要带小朋友去，所以他们觉得说有人来帮他们带小朋友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离社区这么远，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小朋友在干嘛，社区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虽然说我们说，常常会说谢谢徐斌，谢谢大地，谢谢外公，外公是那个国小的名字，每次我都会这样说。可是原来徐斌不知道我是谁，谢谢，有点尴尬，然后有点讽刺，然后我们就开始，然后同时在聊天过程当中，也慢慢知道，哦，原来许斌这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没有参与，所以原来许斌这边一直以来就是关于电厂的问题，上游电厂的问题，造成他们前段，因为许斌是一个前面有储水溪环绕的部落，原来因为电厂还有像还有无界法师的这个。河床慢慢往上爬，因为无界坝会把沙土拦起来。那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 V 字形河谷，后来两边天气都被冲得稀里哗啦，什么都看不到。本来对面是有日据时代旧部落遗址，那时候还有神社的那个两居吧，这两居吗？就是那个对，但是被冲走了。很多族人们他们的田就这样流失，以前是很漂亮的稻田，可是后来就不见了，然后一甲地哦，赔4000块，有的甚至会因为说我当时情况不清楚，然后也没有办法理赔。可是那些土地是族人们代以为生的土地，他们如果没有土地，他们就必须要离开家里，要付出一大部分。我们一直到那时候才慢慢了解说，我原来徐斌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那时候有点异想天开啊，就是傻傻一群人觉得说，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帮忙一些事情，所以就异想天开的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计划给吴爸爸，然后就被打枪。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有点想说，比如说要弄一块实验田啊之类的东西，希望可以多一点。让当地的居民可以共同种作，然后去试一些新的方法之类的，有点傻。对，然后后来我们反省之后，也觉得发现说，这样子真的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真的做了这块田的话，当地也是看这块田，这是我们的田还是他们的田？那他们是在为我们做事呢，还是他们在为自己耕种？那后来我们慢慢的相信到这件事。那同时是那份意识到。出了一些问题啊，没有，那个是有点小尴尬。不过其实是这样，就那份意识报里面，就是有一些书写的部分，有一些不是那么细腻，然后把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用很直接的文字这样写上去。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父母亲百病已久；，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在水里面滑跑去；，比如说，我们看到部落里面做产业的人们，因为很多原因受到一些阻碍。那我们在写这东西的时候，就是你要考虑的这么的细腻，那就把它写了出来。然后，而且在我们店，我跟就是词汇，我们一个就是一起做调查的朋友，我就扛着200份日报上山，一下一下发，这样超累的。然后发完之后，就是后来。发到一半的时候，有村人就是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也质疑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突然停下来，觉得说 ，OK，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好像做错，或是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当然是说也有一些村人是鼓励我们的啦，就说他们很开心，有人愿意这样来，然后写一些帮他们保留一些东西啊，表示不写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们写的很好，或怎么样，可是。尤其是我们有听到，就是质疑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停下来，觉得我应该是做错一些事，而且感觉还蛮蠢的，做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不是那么必要的问题。OK， 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难深切的。